couple of years.目前呢，总共有344种，能分类的只有一个成员。这也是蓝果的上条鲨鱼这边休息中的小朋友，这个地上，这个就不够了，这个有一点泡纹似的。没事，我们回来有在玩。这边也是一些在休息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小的，应该是 stingray 吧？对，我刚出世不久的 stingray， 魔鬼鱼。真的，你讲，真的，全部都
这就是迷你与野兽，这个迷你呢就是实际是很美丽的，那野兽呢就是石头，然后来看呢这边就是野兽，所以迷你的意思就是这个。我知道海参的一个发现的。玻璃面前呢，见到咧黑色窗帘嗰啲咧，就见到海参啦。咁而喺右手边咧，你会见到只海星，咁佢嘅名字咧就叫做大海星。咁咧大海星咧就好多颜色嘅，除咗有红色之外咧，仲有绿色、蓝色、灰色嘅。咁至于喺嗰边啊，喺石头上面咧，你见到咧有啲红色，真系比较短少噶。嗰啲咧就叫做福气海参，呢度咧。这个就是我在新加坡的